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千多年前，诗人王维触景生情发出的感慨，让人们对于西北边陲的大漠有了一个直观的认识。今天，在诗人经过的地方，昔日烽火早已被滚滚黄沙掩埋，但大漠落日，丝路驼铃，却在这方名叫阿拉善右旗的土地上，日复一日地展现苍凉大漠的雄壮和细腻。没有文字的古代先人，用自己的智慧和对未来生活的愿景，在坚硬的石头上为后人描绘出一幅磅礴的大地史书。而作为这方土地上的另一个主人，双峰驼，在长久的岁月中与人类结下了深厚的伴生关系。沙与水，人与驼，在阿拉善右旗的传说与故事中，都是不得不说的主角。站在河西走廊中段的龙首山，向北望去，便是一眼看不到头的沙漠和戈壁。这方土地曾经作为秦朝的北方屏障，也沐浴过汉朝的日月。但茫茫沙漠不仅挡住了丝绸之路上商贾的脚步，也遮住了古代史学家关注此地的目光。这致使长久以来，当地人的心中始终有一个谜团。在蒙古人入住之前，这方严重干旱贫瘠的土地上居住着谁？他们又是如何生活的呢？直到20世纪90年代，当地的考古人员陆续在本地的石头山上发现一些石刻，人们才惊讶地发现，生活在这里的先民早已用一种具象的方式留下了一幅幅气势磅礴的恢宏石作。我们有72个岩画群，每一个岩画点上的这个岩画呢，都在百幅以上，最多的是麦加拉山，4000多幅。从我们的原始社会一直到我们的元明清，这个中间呢，基本上就是涵盖了各个时代的岩画。八代金陵岩画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描述当时居住在这个地区的它的生财生活的一种状况。曼德拉山坐落在巴丹吉林沙漠的东部，阿拉善盟西部，山体不高，却怪石嶙峋。考古人员发现的石刻岩画大多都在这种黑色的玄武岩上，高度是个50，把这个海拔高度还有它的坐标都要记录清楚。岩画的内容从狩猎、放牧到宗教仪式、舞蹈、竞技等，包罗万象且技法多变。当地的文物工作者范荣南在2001年就已经接触曼德拉山上的岩画了。他把这些岩画作为他学术研究中最为重要和持久的研究对象。
希望从考古学的专业角度为阿拉善右旗的历史梳理出一个详细的脉络。也就是从这些岩画中呢，我们可以解读出来，就是我们当时在这个地方生活的应该是羌族、匈奴、突厥、党项、蒙古族。这些古代的游牧民族在人类传承的本能驱动下，意图以石头的永恒来抵抗时间的流逝，用最原始也最艰难的方式将生活的经验和生存的智慧留存给后世子孙。这种强烈的表达也为今天的人们研究古代游牧民族的生活提供了依据。你比如说是唐代的，他画的那个马呢，就像我们在画中见到的，他的那个头部是圆的，还有一些在这个动物的那个颈部挂的一些石平式的东西，实际上是他留的一撮毛。这种呢，一般，都是吐蕃人的岩画。这是一幅最早出现文字的岩画，上面有一句西夏文：“看到一个美丽的金发女子向我走来。”考古专家推测，金发女子应该来自西域。古代丝绸之路上的西域商人为躲避战乱，曾经冒险深入大漠，开辟了一条途经阿拉善右旗的商路。但在公元1205年后，逐渐强大起来的蒙古开始针对西夏发动战争，这条商路也被迫消失了。战争之后，蒙古最终取代西夏成为这方土地的主人，阿拉善的名字即在此期间诞生。阿拉善这个名字，历史学家考古以后，他的名字就是贺兰山的音转过来的。阿拉善原来它是以山字为底，后来到秦代以后，变成了善良的善。清康熙年间，原住新疆游牧的蒙古和硕特部的部分族众，因战争失利，移牧阿拉善地区，并奏请归附清政府。自此，阿拉善地区以旗为称，经过数次行政调整，阿拉善旗被分为左右两旗，以巴丹吉林沙漠为中心的这方土地被称为阿拉善右旗。这是亿万年前的海底世界，最初的地质变动让海水退去，在经过岁月的磨砺和风沙的吹拂，就成了今天人们看到的模样。这片石林位于阿拉善右旗西北部的阿拉腾朝格苏木，被蒙古族牧民称为海森楚鲁，意思是像锅一样的石头。人们根据石头的形状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将石头以相似物来命名。但地质学家却透过这片石林，把目光投放到不远处的巴丹吉林沙漠上。怪石和沙漠的形成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沙漠的形成一个大的背景就是气候干旱化，再一个周围的这些山地呢有丰富的这些基岩，那这些基岩呢提供了丰富的这些碎屑物质，经过了这种风化侵蚀，白云堆积，然后就形成沙漠。巴丹吉林沙漠的面积约4.9万平方千米，是中国的第二大沙漠。这里的风力全年平均都在每秒3米以上。
亿万年的风蚀使得巨石散落为一地的碎石，而这些碎石继续在大风中相互摩擦撞击，最终形成细腻的沙粒。这是位于海森楚鲁怪石群边缘的半沙漠化地带。从空中看去，黑黄两种颜色迥然分明，其中黑色的即是玄武岩石被风化后的碎屑物质，黄色的则是普通岩石形成的沙粒。在风力作用下，它们最终汇聚成沙海，形成巴丹吉林沙漠中一座座锋刃般的高大沙山。自然之手画下的曲线，不可捉摸又神秘莫测。沙漠研究者李卓伦在大学讲桌和巴丹吉林沙漠之间已经来回奔波了十个年头。他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就是沙漠的气候变化。有学者研究认为，在巴丹吉林沙漠除了气候的变化，水也是巴丹吉林沙漠高大沙山形成的重要原因。你比如说这个地下水呢，通过这个毛细作用，哎，把它呢，相当于水分可以达到沙山顶上，让这个沙山呢，这就起到一个相对来说固定的这么一个作用。根据阿拉善右旗志记载，阿拉善右旗地处内陆高原，属暖温带荒漠干旱区。截至2005年，阿拉善右旗水资源总量仅有3.9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1.6亿立方米，主要分布在巴丹吉林沙漠100多个湖泊中。研究清楚沙山形成的原因，也就为将来治理和利用巴丹吉林沙漠打开了一条新的思路。这也是李卓伦等人研究沙漠的意义所在。水为干旱的沙漠添加了一丝生机，也让一贯酷烈的沙漠温柔起来。它是干旱沙漠中生的希望。沙与水在跨越时空的轮回中同处一境，彼此相依，成为了巴丹吉林沙漠最亮丽也最奇特的一道风景。在4000多幅曼德拉山岩画中，有将近一半是骆驼的画面。从养驼、驯驼到狩猎、放牧，无论历史如何变迁，这个最善于适应恶劣环境的物种和人们一样，都是这方土地上的主人。数千年来，人类就是依靠骆驼在这方土地上生存下来，并开拓新的生活。每年农历2月15的祭驼仪式上，这样的祝颂词都会回响在阿拉善右旗茫茫的戈壁上。起了啊！牧民杨宝山养了100峰骆驼，这个数字基本接近当地牧民养骆驼的平均数。就像给孩子起名一样，
杨宝山的每峰骆驼都有自己的名字。对荒漠中的牧民来说，骆驼是家人，是传说，也是神的化身和使者。它有好多的一些生物特性呀，它适合于沙漠，所以它称之为沙漠之舟。比如说它耐渴耐饥的能力，它不吃不喝能坚持79天，而且不吃仅喝水的话也能坚持到107天。这张照片拍摄于民国时期，照片上就是阿拉善当地一支较大规模的驼队，他们的目的地就是阿拉善右旗的雅布赖岩池。雅布赖岩池位于阿拉善右旗东部约140千米处，盐的储量极为丰富，盐粒大而洁白，是阿拉善境内近20个盐池中开掘较早的盐池之一。自古以来，每逢盐运期至，无数的骆驼就会从四面八方云集阿拉善的各大盐池。大概有20多个驼队，一个驼队的人员上要八个六个左右，这样驼就一天大概几百个的，上千个骆驼要一路要这个来回的错过来往。直到1990年，阿拉善盐运全部实现了汽车和火车运输，阿拉善各盐池才结束了延续数百年的驼运历史。如今，这条运盐的古驼道也早已被风沙湮灭，昔日的盐运之路也只存在阿拉善老人的记忆里。今天，工业文明的发展已经让人类逐渐摆脱对畜力的依赖，人与驼的关系也面临新的调整。时至今日，阿拉善骆驼的数量仍然占据全国骆驼数量的2/3以上。人们养殖骆驼，获得营养丰富的驼奶，驼毛作为衣物商品的原料。骆驼早已根植在阿拉善右旗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牧民杨宝山的祖辈也曾是盐道上的一名驼客，骆驼给他们家族带来了财富，也护佑了他们的生命。如果你在迷路迷方向，这样说你就把骆驼的缰绳松开，求求他就自己就找到家了。吉尔泰是牧民杨宝山养的一峰骆驼，每年杨宝山全家带着蒙古包和全部家当四处转场的时候，强壮的吉尔泰都是负载最重的一峰骆驼。按照当地戈壁上的传统，今年满10岁的功勋驼吉尔泰要重获自由了。就靠他，4个娃娃，2个找工作，现在2个在这儿工作生活，就是他的功劳。放生，这是人和骆驼在半生无数个岁月之后达成的契约。
无论时间过去多久，这片沙漠戈壁上的驼铃声依然会响起，阿拉善右旗故事的主角依然会是骆驼。豪迈悠扬的蒙古长调和远去的驼铃声交织混响，如同沙漠中千年不变的梵音吟唱。它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血液流淌中发出的共振，也是阿拉善右旗最动听的声音。歌声抚慰了茫茫沙海中孤寂的生命，也给粗犷豪迈的蒙古汉子徒步达来增添了一丝柔情和细腻。这是自然给予一方生灵的天赋。长调在蒙古语中被称为乌日图道，一指曲调悠长的歌曲。但是蒙古族生活环境和风俗的差别也让各地的长调有些区别，各个地方的长调根据各个地方地理条件它有不同的特色。比如说咱们呼蒙呀西蒙呀那个地方的长调那个叫就是高亢嘹亮，咱们阿拉善那比较古朴庄重。阿拉善地处大漠和戈壁，在历史上这里的人们生活就比较艰苦，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造就了阿拉善人坚韧乐观豁达的性格，也将这种性格融入了长调，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达赖是阿拉善盟民歌协会的会长，一直致力于整理搜集当地的长调音乐。徒步达来的家在塔木素布拉格苏木，距离其府巴丹杰林镇约300千米。这是一片沙漠戈壁交叉纵横的牧区，也是阿拉善蒙古长调的发源地之一。生活在这里的徒步达来从小耳濡目染，再加上生活阅历的累积，他的歌声饱含着一种质朴和沧桑。他们说的徒步达来，他唱的这个长调民歌就是正宗代表性的阿拉善长调民歌，可以他是一个非物质啊原生态这种唱法啊很有代表性。阿拉善右旗艺术中心内，年过八旬的老人塔木加布年轻时即是戈壁上最受欢迎的长调歌手。阿拉善长调民歌里还有一种固定的副歌，凡唱完一首歌，大家齐唱副歌以增加气氛。星空给夜晚的巴丹吉林披上了一层梦幻般的光芒，它延长了当地人的欢乐。达赖还在整理着白天的收获，陶醉在长调里。
他的心绪早已飘向茫茫的沙漠和戈壁，体会那份灵魂与自然交融的愉悦。阿拉善右旗的蒙古长调，既是一首首有曲调的诗，又是一幅幅有故事的画。它蕴含着民族历史的沧桑，是一个民族的标识，也是戈壁牧民的精神家园。金色的沙丘，形状怪异的海森楚鲁石林，曼德拉山岩画，这些阿拉善右旗的美景，在冯桂英看来都是他创作的素材。一块宽两米长五米的地毯，要经过设计、制作和平、剪、洗、造就等十多道工艺，再加上几名手艺人近300个小时的劳作，才能完成这块被称为阿拉善仿古地毯的手工艺术品。阿拉善仿古地毯的历史源远流长，但究竟何时产生，各方一直存在争议。据2008年出版的《阿拉善仿古地毯浅说》一书记载，清乾隆年间，阿拉善地区黄教盛行，寺庙和僧人需要大量的坐垫和靠背，是需求刺激了阿拉善地毯业的发展。作为阿拉善盟八大寺之一的延福寺，建造于乾隆年间，寺庙内的地毯色彩丰富，种类繁多，这似乎也印证了阿拉善仿古地毯起源于清乾隆年间的说法。冯桂英的织毯手艺传自于家中长辈，童年记忆中的纺线车至今还被他保留在自己的工作室内。现在的冯桂英已有30多年的织毯经验，手艺愈发精湛。阿拉善仿古地毯最广泛的用途，其实是牧民用在帐篷内防潮。经过织毯工匠上百年的经验总结，阿拉善仿古地毯最常用的织法就是八字织法，即是把各种不同颜色的羊毛线按照经纬频繁地呈八字穿绕，行业内称为八字挽扣。这种方法织造出的地毯更加紧密、结实、耐用。在过去，这一直是阿拉善仿古地毯的不传之秘。我们这个地毯呢很结实，我们这边牧民家里面都有这个地毯，然后牧民家里面都是用了好几代，能用上百年这样的。然后我们这个地毯呢，因为是途中羊毛做的嘛，光泽特别好，弹性也特别好。距离阿拉善右旗旗府200千米的阿拉腾朝格苏木，高山叠嶂，绿草成荫，每到剪羊毛的季节，冯桂英都会前来收购牧民手中的羊毛。这边的气候就是昼夜温差大，羊毛就特别好，有羊毛的时候你给我们打电话。阿拉善土种羊个头相对较小，产肉量也不高，却是织造仿古地毯的最好原料。在冯桂英没有来收羊毛之前，牧民们的养殖兴趣并不高。20世纪90年代末，在阿拉善仿古地毯行业最低落的时期，这种羊几乎都要消失了。也就是近些年，随着仿古地毯行业逐渐兴起，土种羊也逐渐增多。从这个事实上说，阿拉善仿古地毯业的兴衰甚至还关系着当地一个物种的数量。
如今，冯桂英和几位老手艺人合作开办了生产阿拉善仿古地毯的手工作坊，并帮助当地政府部门搜集整理阿拉善仿古地毯织造技艺的相关资料，以便能将这门手艺更好地传承下去。2008年，阿拉善地毯织造技艺正式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9年，冯桂英被正式命名为该项目的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很多来自牧区的年轻人和一些下岗工人都前来学习织造地毯技术。这意味着，人们也越来越懂得珍惜渐渐逝去的工艺和文化。在入情入味中坚守这些祖辈留下的风俗，将宝贵的传统手艺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作为阿拉善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仿古地毯的未来将会走得更远。绿色是阿拉善右旗最珍贵的颜色。古稀老人孟轲花了近20年的时间，终于成了这片绿色的主人。老人自发的植树始于2001年，当时离开家乡快30年的孟轲从部队转业回到家乡后，已经不再习惯面前满眼的黄色，于是倔强的老兵行动了。在1米深的树坑里栽下树苗，浇上水，再到数十千米远的地方拉上几桶淡水，再继续挖坑栽种新的树苗。这样的动作不断重复了近20年后，强壮的老兵就成了今天的老人。梭梭是沙漠中少数几种能够生长的植物之一，可以起到抗旱固沙的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梭梭树是一种很容易栽种的植物。我也是2002年，从额济纳旗拿了100多个回秧，到了年底以后呢，哦，是的，就那么3-5个了。有些人说还这么个说法啊，种一棵树，啊，还比培养一个大学生还难呢。孟轲老人的经历只是生活在大漠人家的一个小小的缩影。每一天和朝阳一同升起的，还有沙漠人家对巴丹吉林未来的希望。在巴丹吉林镇的戈壁上，一架直升机正在播种作业。尽管存活率依然低得可以忽略不计，但哪怕是渺茫中的万一，大漠人都不会放弃。据当地政府部门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阿拉善右旗在沙漠和戈壁上共计植树面积达到900平方千米左右。绿色不断地在这片黄色的土地上延展，而这片土地也正如他们希望的那样，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与发展。一场新兴的产业革命在这里初露端倪。在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农业示范区里，传统的农耕和放牧方式不复存在。由塑料大棚和地膜搭建起来的日光温室构成了大漠中新的绿洲。
随着探险旅游的升温，阿拉善右旗对沙漠的开发利用也开始走上新的台阶。2019年，丝绸之路国际汽车拉力赛在巴丹吉林沙漠举行，那些敢于挑战沙漠的勇士在呼啸的声浪中来感受大自然的神奇与威力。今天，沙漠、岩画、骆驼已经成为阿拉善右旗的三张文化名片。这个在历史上一直在接受大自然锤炼的城市，正致力于发展独具大漠特色的国际旅游业，努力将自己打造成北疆亮丽风景线上的璀璨明珠。文物工作者范荣南终于完成了他的心愿。曼德拉山岩画一书的出版是对他从事近20年研究工作的回报，也是他的心血所在。冯桂英依然在坚持着手工织造地毯，他坚信机器时代并不能取代传统的手工艺，他的工作室一定会迎来新的春天。达赖依然在搜集整理当地的长调，不管路途多么遥远偏僻，他都必定前往采访收录，这是信仰赋予他的力量，也是达赖认为自己生命的价值所在。孟轲老人离梦想更近了一步，他种植的梭梭已经成林，茫茫沙漠多了一个绿色成荫的家园，也多了一道绿色的风景。阿拉善右旗人用自己的智慧找到了一条平衡之道，即使是环境严酷的沙漠和戈壁，他们也有信心让它变成一块充满生机的广袤沃土。